这是一根汇流牌，这个汇流牌是空开的上线使用的，这里要剪断，咱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啊。一根是火线，一根是零线，根据需求大小给它剪断。看下这个汇流牌全铜的，切号之后把它放进去。汇流牌切号之后，咱们把这里上紧，像这个上线就不用再跳了，是不是比较方便？汇流牌采用模块化设计和耐高温阻燃绝缘材料，其优点具体表现为：根据小型断路器的数量、型号等可以进行自由拼装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汇流牌实用性强，安全可靠，省时便捷，耐温耐压，完美的解决了在安装的过程中不安全、不美观、耗时长、材料浪费等问题。